谢谢那个达瓦，还有等等啊，杰任，还有这个达海，他们都是我们就是各有各的那个啦，优秀的身份地位不知道啊。那再来呢，最后一组是那个就这一次真的是除了万中选一外，他们也是本周六的表演者。那我不知道本周六有没有人会来条花村看哦，真的是我们应该开春以来最推荐的一场表演哦，有没有这么夸张哦？开春以来哦，五年了。那这一场呢，其实是那个哈许跟嘎夫杜，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哈许哦？哈许那个台北的哈许哦，他唱歌好，那个忧郁天文系男孩之类。然后礼拜六呢，他们会那个对上我们台东的嘎夫杜乐团哦，哈许 VS 然后嘎夫杜哦，我们相信我们台东那个阿美族绝对可以让那个原本哈许的女粉丝听完了这一场演唱会以后，就通通转向哦，跑过来支持我们台东的那个优秀强壮的青年哦。好，我们掌声欢迎嘎夫杜。我是卡夫杜乐团，卡夫杜人，卡夫杜，卡夫杜，卡夫杜，是说很猛的意思了哦。这个就不要再深入再解释。如果你还想知道正确那种正确答案，那个礼拜六的时候来讲，我们在这边。等下哈，好，今天冲出去家跟他分手两首歌，第一首呢是那时候我们去日本的时候。的练习的一首歌，他是陈建年大哥的好友啊，有一个他的好朋友，日本的朋友，给他翻唱日语这样，好，我们一个学起来，跟我们分享。Thank you.
我们在星期六21号会在天花村这里跟做表演，主要跟你们分享我们陶笛的歌曲。好，但你们有空去过来哦。好，对，有看那个不要的钱啊，就来买门票进来看我们表演，一定很好看的。我们是下半场哦，哈，不是上半场。对，好，谢谢。Hello， 我们交给主持人，谢谢。